冻疮，顾名思义是冻出来的。那么冻疮是怎么冻出来的呢？就是咱们皮肤在一个低温的情况下，大家都知道，这个血管在高温的时候它就会扩张，帮助散热；低温的时候呢，它就收缩啊，来保持我们这个体温。那么长期在一个低温的环境下，这个血管就总是收缩、收缩、收缩。当它收缩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，它的弹力就不好了，它就收不住了，就松开了，就像咱们橡皮筋儿一样，你抻它一下放开，它收回来；抻它一下放开，它收回来，这是可以的。你长期给它这么抻着，你再放，它也收不回来了。到这个时候，血液呢就淤在那儿了，营养就不好了，慢慢的这个地方就坏死了。疮是什么呀？就是溃烂、溃疡嘛。所以冻疮开始的时候是红、是肿啊、是紫，慢慢的就该烂了啊，这就是一个冻疮的一个发病原理。